我操，好卡呀！对象好慢的。你说到了买单的时候都在那装傻子，有啥意思吗？有个人我就这样跟他说的，然后等见了面之后，他妈还是这样，我，哎，我感觉好丢脸，好尴尬，你知道吗？几百块钱。反正挺不好看的那个样子，挺尴尬的那个场面，自行脑补一下你们。舍不得花钱是正常的。是不是打中了什么？舍不得花钱，就不要开那个头。战斗开始，今天要大干一场。就比如说。你们换位思考，比如说全弟啊，你来我这里玩啊，我全包了，那怎么样啊？然后你来了之后买单的时候，我站在那装傻，吃我一记手雷，样子是不是不太好看？是不是好白，很尴尬的。还看得见我吗？不用你安排，我武汉很多朋友的，不用你安排，你来我这我肯定是我安排。是不是打中了什么？小到远点，应该小到远点。我只有一个网友来我这里，我没有安排过。那个网友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网友，跑到我贴吧去发帖。吃饭什么的我包了，来之前我跟他说，他说哎我路过永州啊，他说我要去找你啊什么什么，那种背包客知道吧，到处游山玩水的，但不花钱的那种，也没有跟我刷过礼物什么的，就跑到贴吧去发帖，然后我看到了，那我在永州啊，那我路过呀，我来找你啊，然后我说你来不来啊，那个时候我也不富裕，刚做直播我也不富裕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来归来啊，我见我可以，我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可以请你吃饭什么的，但是你这个住什么的我管不了，我就跟他这么说，他说没事，我自己什么什么的，我自己花钱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去开酒店什么的时候，啊，你们这酒店好贵啊，一晚上两三百。我是女生，小哥哥。然后在我这里玩了几天，玩了两三天啊，吃饭什么的都是我包的。然后打牌呢，他输了几百块钱给我的朋友们，我没赢他的钱。反正一顿饭都是几百块钱起步，很正常的。哎呦我操！中，我爆个点呢，我你妈假跳直接被他混头了，他刚好在打这个点。橘子刚才没抽到东西，好像等一下过十二点再抽吧，还能算一毛档呢，抽不抽得到还能算一毛档呢，还有一点贡献呢。为什么我拼这么高啊？我好卡呀，颜色好大，不会再给你机会了。你装的电信网啊，哥哥。那你何必要装电信呢？你还不如开始就装嘛。发人的号，吃我一记手雷。我的背包是不是装错了？啊，打不死这个人。真是勇气。小道一个。隔壁老王，你皮肤长得好像那个长颈鹅，两个人吃饭不要太多钱，怎么可能两个人吃饭嘛？想什么呢嘛？我有个大哥在网上，就是对我很好，没有说刷很多钱给我怎么样，那个时候刷了几千块钱吧，我觉得这个人很好。他来的那天我过生日，
我叫了两桌人，然后有的人没有来，来了十五六个人，十五六个人陪他一起吃饭，我让他们陪他喝酒，我不能喝酒，花了2000多，两桌菜2000多，而且点的都是比较贵的，在当地算是比较贵的菜。下次不会再给你机会了。吃2000多，那时候我过生日，就是为了让他高兴。奖励自己买件新衣服。啊，钱不钱的这个东西，那得看你怎么，你为人处事知道吧？看你怎么讲。哎，一个飞机亏20。吃我一记手雷。这个得看你怎么搞了，我觉得你还可以再抽一手。我都说这个东西要点钱来堆。是不是打中了什么？这雷包是装错了，丢完雷就是烟雾弹的，好不舒服。继续加油！这 AK 真的了，没去唱 K。我上次那个老哥来的时候还没唱 K， 我就他们就喝的差不多了。一起玩点游戏。吃完饭都9点钟左右。凡人应该还好。就在那喝酒。正正把戏。上上。怎么这么卡呀？一门。是保卫啊。好卡。一般没什么娱乐活动，都是吃饭、打牌、唱歌。吃饭、打牌、唱歌，要不然就搞点什么娱乐活动，什么这那的。你居然跟我输排位，什么啥意思吗？不能输是不是？不是你那个号不能输是不是？你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？我把你打了100多分了，一把都不能输吗？你是认真的吗？哥哥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卡的自己都不想来，没办法，这北部确实卡。老子延迟好大呀！他家前一个，两个啊，我丢啊，换枪了。妈的好卡，这他妈的中路中路两个中，橘子出啥呢？20块钱的，一发一发的出，按摩，按摩就属于高消费的，按摩就随便按个摩，200-300的啥的有点贵了，主要是我朋友太多了呀。你在当地的朋友人多了，拉的不划算啊，太贵了呀。带大哥一个人可以，你拉的一群人去按摩，你妈搞一下花几千块钱，是不消啊？我他妈延迟太大了，太卡了。两个摩天轮，说两个摩天轮吗？保护目标，不要忘记。洗个脚都100、130、140、150、160了，你按个摩都还200-300。白人应该很。哦不，不便宜啊，哥哥，可贵了。白人的后。中路中路都在他家，老卡家的，长镜头一个，长镜头。打死他要过一会儿才死吗？有点卡，延迟要很大。谢谢橘子弟弟，别再白嫖了，抽抽奖吧，兄弟们。99长镜格一个，99长镜格，另外一个没看到，99真99，为什么你打他不掉血、啊？我都看到你打到他了。啊，熊哥的号牌子升一下差。
来呀，兄弟们，过一下任务呀！你这鬼跳玩的好溜啊！他这个牌子生钱花的太少了，200块钱一天。99那个掉没掉？升到49级，还有20000多经验。我操，还得10几20天，我是。感谢他干什么的号我登着呢，你感谢他。为什么不留着过任务？熊哥的号都留着过任务了啊？那我还有鸡毛收入啊？他都没有收入了吗？他这就剩点飞机了，这飞机留着升牌子。哪天他自己知道吧，他自己上线的，哎，他闲得无聊来看直播了，他就会充钱的。一天挣多少？我平均一天挣几百块钱，前两个月还可以，这个月拉稀了，上个月月尾开始就没有钱了，不能挂接单广告了，没有老板了，都是靠手头喊、哎、兄弟们接各大区各单位排位啊，妈的一个都接不到。不是你们认真的吗？这我开局我操92的36，我太牛逼了。没有50个飞机，不是你飞机的，快睡觉啊！嗯，谢谢308的办卡。Fire in the hole！ Fire in the hole！ 小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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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全地的两个飞机，你的火箭能不能留给我呀？我好久没看到，好久没看到你的火箭了，我流口水了，全地。傻逼是个狙吗？小的远点狙，小的远点。不是狙，小刀远点，又要输了吗？小刀远点，怎么老不爆点啊？这队友死了，今天要还是明天要？现在就要，你还过个4星，好的好的。哇屌！你说他们加一个，牛逼！牛逼！朱本伟牛逼！那个目标的任务，啊！哪来的10万？操！一个月10万，老子一天播20个小时。小道，查金哥。小到两个大残，小到大残，小到还有一个狙，小到白房，中路中路，小到最后一个狙，我屌你稳住稳住稳住，我好卡，白房过去了一个炮。负责躺就行了。又抽到了吗？全地好像没抽到。哎呀，小哥哥小姐姐啊，一定要带我吃鸡！哎，拿第一，拿第一。我带着呀。正正把他跟你说了，小到最后一个狙啊。